院长，你愿意下来帮助爸爸一下吗？我下来了，已经到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到了，我要下来。你要下来了？嗯。那你下来帮助爸爸，你自己走走，是不是？嗯。不拿了，不管了。哎哎。我爸爸是拿着拿着。啊，可以拿上去帮他们。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背着，你帮爸爸背一下，爸爸好累呀、啊。不要左左一块一块的，怎么那么重、啊、往前走就是了。怎么那么重？怎么那么重？啊？怎么那么重啊？哦，我这头发，给我看一眼。我要去帮他们去。你来了，爸爸说我牵着安吉的那个妹妹。哦，她是弟弟，她不要别人帮忙。村长叔叔说要背她，她不要，她说她要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。但是爸爸说我要帮他们的。对，亮仔很棒啊，亮仔是一个懂得帮助别人的好孩子。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吧，好不好？对，一会儿就到了啊。一会儿就到了。靓仔，啊，你去做什么啦？啊？哇，你太棒了！太棒了，宝贝！对，你是走过这条路，你要随时注意后面，给村长叔叔说着路啊。嗯。靓仔，啊？等等你的小伙伴吧。啊？哪儿滑？对。那土着滑。